这是什么？文采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是巨型动物的化石。看来这个地方的地磁。 确实会影响生物的体型啊！再这样走下去，恐怕……有发现？我们的车，小琴姐他们很有可能是在这儿遇险的。哎，小琴姐！ 警戒！来了。 现在就放下！你是？眼睛归队！啊！啊！混蛋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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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走！你们！
他是喀雅的母亲，是部落的引领者，也是无上尊者，能与雪怪奉为神兽。每年的腊月初三，都会面见神兽。哎，有点意思。哎，小姐，你跟那个喀雅怎么熟的？有事儿？你可别打他的主意，喀雅是引领者的女儿。 哎，我。
我等我一下。阿克萨巴拉巴拉西顿呀呀呀，青春の資料、田淵田氏。您说，开火！
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什么？小琴，你大难没死，我真的很开心。可是你太让我失望了。你和你的父亲一样，都是懦夫。那只雪怪身上蕴藏着神秘的基因。今天我站在这儿，我就要把它带回去。带我去找他。带我去找他。阿童，阿童，带进去，走，走。小琴，林叔带你去见证着胜利的时刻。林老师，你把我带走，放了他们。亨利，给我看好他们，剩下的跟我走。任一飞，看来老子这回是真要跟你死在这儿了啊。快走。老五，给支烟。啊，行。
大哥，大哥，有情况。